你们是不是都不用睡觉？还是你们是被我受影响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的吧，不会的吧？我是那种会影响你们的海报吗？应该，我是因为都上大夜班，所以现在是活动时间。哇，很巧哦，好巧哦！你的大夜班是日陪怕报。你们好奇怪哦。准备睡的时候被 YT 通知，哇，罪魁祸首。你们想一想哦，你们花一点点时间起床，看到怕爆可爱的脸蛋，听到怕爆可爱的声音，那是不是让你们今天一整天又更有动力了？对不对？得修得修。然后你们看到那么可爱的海报，你们就哇，今天上班要更努力一点，好好的努力生活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子才可以一直一直一直陪着怕爆。会被清纯可爱的海报瞬间飙车。我怎么会飙车？你乱讲话。我是全台 V 最不会开车的 VTuber 吧，对吧各位？是吧，没有错吧，我没有误会什么对吧？嗯，你们是误会什么？我们的爱如群的淡薄吗？